迷你面包蟹上菜喽！哇塞，那么壮观呢！哇，恭喜发财！今天帮你们试一下蟹的传人的新年套餐，值不值得吃？走。Hello， 你们今年的新年套餐多少钱啊？我们的新年套餐今年没有起价，是从888起。哦，竟然没有起价，看一下。但是你的菜色看起来很普通哦。如果你觉得普通的话，你可以再加点我们的迷你面包蟹，是有实力。哎，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螃蟹。OK OK， 这样子啊，我就 try 你这个888的。好的，这里有上下两层楼，而且楼上这里有 VIP room。VIP 座子只有两张，所以要订要快。迷你面包蟹上菜喽！哇塞，那么壮观呢！哇，你们过年那里可以不加点这个迷你面包蟹？每一个人都有毅力，过年吃螃蟹，帮你一整年都发啦！哎，青色应该是斑斓口味了，点它的咖喱。面包配咖喱，正啊！嘿啊，翁啊，发啦！这个是帮你发财七老生配包片的，发财！富贵红烧蟹黄翅，黄翅菜脯蒸红鲫鱼，德州菠萝排骨我，招牌麦香老虎虾，冬菇豆根法式素，荷塘迷你荷叶饭，青麦冷黄水，青梅如意甜品。这两支汽水跟这壶茶都是免费送的。哇，真好啊！888块的 set A 就已经那么丰富了，这 set 里面总共有9样菜，打哟！开吃开吃，过年就是要吃鱼，年年有余。哦，上面有满满的菜脯，菜脯是脆脆的，应该是有炸过。嗯，又脆又辣，这样子不错不错。这是麦片虾，已经剥壳了的，吃起来很方便。咸香咸香的，上面还脆脆的，很好咬。哇，你看我们的排骨够大块，甜甜这样子，有点像咕噜肉。嗯，这个黄色的，好像黄鱼，试一下，很甜的黄鱼。哦啊，他们的荷叶饭已经分好实力了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不用抢了。这套餐有2个甜品，这个看起来很吸引人，试一下。这里面是红豆蟹来的，吃起来有点像麻糬这样，脆脆嫩嫩的。吃了套餐，他们还有外带的助手盆菜，你看真的超多料。他们这个盆菜有免费3样东西：干锅、保温袋跟5粒荷叶饭。哇塞，它里面的猪脚超大个的。这4喜临门大拼盘也是可以外带的，团圆饭不用自己煮了。